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大夫的长月。一点灵犀惊动尘缘，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，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哎，你们是不是落了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冷漠呀？Thank you.
终于见到你了，什么不好，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，。他们是没出来吗？我们这出来了吗？小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和苗大神他们没有出来，他们还被困在涂山里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千锋，千锋，长老，长老，不管你是汪澜还是九尾，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的。长老，是我没用，害了你。别这么说，是他们害死了长老，不是你。这个仇，我一定要报。我们现在杀回去。仇必须要报，但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汪澜和苗离。没错。我们一定要赶在龙族的人之前找到他们，再做打算。你吩咐下去，全员出动。就算挖地三尺，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还有，把白龙关入法阵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苗离，
记住，困心所依的圣身就会压制你体内的十字妖星之力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这个过程会十分痛苦，甚至你也会像以前的白龙一样失去心智。你是说我会不记得你们？ 不记得苗里吗？总要付出代价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你要好好活着，听到了吗？也许你会恨我，会讨厌我，或者是醒来的时候不记得我。 但是这样都没有关系，这样对你来说更好，不是吗？忘了你。 醒了，怎么样？来，我这里是哪里啊？ 苗里，道一，怎么了吗？你还记得我是谁吗？ 最后还是把困心锁给了我。你没事太好了，你还记得我？那你……我没事，我只是有点累了。我们赶紧走吧。 这是到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刚追得太紧，我也没有注意方向。你还是先别管我了吧。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俩谁都逃不了。我不会把你丢下的，要谁一起死。 好像追上来了。
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小，他们没有出来，他们还敢追硬上吗？终于找到你们了，青桥，苗里，苗里，苗里，你醒一醒！ 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们是被青桥救下的。这里是狐族的据点。 醒了，看来我们来的正好。九尾，这是刚熬好的粥，你们先垫垫。谢谢。这孩子没见过什么生人，应该是害羞了吧？这小孩刚给我食物的时候，为何手上会有伤？你们失踪以后，龙族的人老是袭击我们的据点，他们不光掠夺，还抓走了不少人。 这个孩子就是那个时候受伤的，你们先好好休息，我族里还有事情，我先去忙了。千峰也不在了。 也不知道白龙现在怎么样了，还有那些无家可归的族人。对了，龙族抓走了那么多族人，肯定是把他们当做人质，逼我们现身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也不能中计。只要你一天不现身，他们就不会对被抓的族人们动手。而且以你现在的身子，你一个人打得过他们吗？对了，刘云他们呢？ 知道你们逃出来的消息以后，我就派了几队人去找他们，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九尾，你千万不能一个人去冒险。族人们听说你回来了，就有了希望，而且龙族势力强大，我们需要你的领导。我们团结在一起才能救人。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们还是等刘云回来以后商量好对策，再去救他们好吗？ 小姐，最后还是青桥找到了我们。那你现在没有困心锁的保护，怎么办呀？是说，困心锁还取得出来吗？我们也没有办法。 把困心锁取出来，但是想要化解实质妖心之力的反噬，肯定还是有其他方法的。你们就别管我了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啊，是把被龙族抓走的族人给救出来。要救他们，有我们几个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对啊，我也不同意你去，你现在和苗里过去，不就等于往龙族设的圈套里面钻吗？不过你就放心吧，有我们几个。 一定能把族人救出来。从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汪兰，不是什么苏静儿，也不是什么九尾。但是这一次来到涂山，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发现自己是汪兰，同样也是九尾。这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被抓走的。 都是我的族人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受苦，看着大家被人奴役。
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是救出族人是我九尾的责任，我必须去。既然您已经决定了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 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好。